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支飞天河马是，我是说斑纹兽，他们在野外数量多又凶猛，常常成群结队，很难收。如果被他的绝招吸血攻击咬到的话，重轻的话会又肿又痒，重的话会得登革热、发高烧、全身肌肉无力、死翘翘。是那种消灭它的。市面上有很多能消灭它们的东西，如用它们把它们电死、电蚊拍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寄主，让它们没办法繁殖后代，从而减少数量。上课都在睡觉，还想要成为搞恐龙大师？我国小跟我的体康君就打败了很多国中生了，他需要是你上课。比康比康，你不要那么自大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、啊。我请你放屁，我现在就要去流浪，不用上课，我也可以成为宝可梦大师。体康君，我们走，比康比康。搞鬼！是这样。
现场的装备